现场朋友，你们也准备好了吗？我们2020新北欢乐椰蛋城的巨星的椰蛋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但是在这个之前呢，我们现在是一个暖场暖身的演唱会，这呢可以算是10年以来首次的加码，所以为了大家，我们让大家可以享受更多更多更不一样的，所以今年呢可以说是更升级、更高级、更棒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那这些朋友你们有开心吗？也有了哈。好，那如果你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来到现场的话也可以哦，我们这边呢会一直到晚上，然后在这边不管是在现场的演唱会周边呢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活动，还有卖场卖店，然后今年呢也是我们跟迪士尼一起联名合作，在这边呢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口罩记得要戴好哦，好不好？千万不要拿下来哦。那台上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啊？有点冷冷的哎，但是好像不是这样的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欢迎焦哥，因为他待会要带来一个用椰蛋感觉的编他这一次的新歌，而且呢，他还带来就是他的好朋友，就是这对夫妻里面的 Kim 一起带来这首歌，就是的《当你迷路》，欢迎。歌坛新人很需要你们鬼哭鬼叫的。尖叫声！我是歌坛菜鸟黄子佼。大家好，我是 King。当你迷了路，让我来当你的迷路。幸福是我们沿途的礼物，你走到哪里，我都会陪你。我们的故事继续，穿发达的梦想到底长高了哪下，发烫的热血到底冲破了没，就发现的情绪到底扑灭了没，懂心温暖了没，人生的课题到底学会了没，还想哭的眼泪到底擦干了没，你下次的再见我们约好了没，和准备好了没，当你迷了路让我来当你的迷路，幸福是我们沿途的礼物，你走到哪里继续，当你迷了路让我来当你的迷路，你当真充满了希望，就算会突然下雨，就算被风吹雨衣，过去的让它过去， Hello tomorrow。想哭的眼泪到底擦干了没，你下次的再见我们约好了没，和准备好了没，当你迷了路让我来当你的迷路，是我们沿途的礼物，你走到哪里我都会陪你，我们的故事继续，圣诞节我们一起约好约好都要再见面，不管天晴天阴雨的太空天，喜欢在你身边耍赖玩的太疯癫，我是你的圣诞迷路，你喜欢的迷路，可别迷路迷路中路迷路迷路迷路不迷路，当你迷了路让我来当你的迷路，你当时充满了希望，哦，就算会突然下雨，就算会风吹雨淋，过去的让它过去，春夏秋
我先撩你好了，这个是什么？爱心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心动了。哎呦，叔叔，他可能怒了。你是为什么怒了？心花怒放。哦，哎，这遗传遗传的。他怒的，他心花怒放。那你要不要祝福一下大家？因为今天我们等于是这两天的演唱会。 第一个上来祝贺耶诞的，真的，来跟大家说一句，祝大家什么？耶诞快乐！耶，好可爱哦，超级可爱，而且每次看到他们全家的互动，觉得很幸福的感觉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对，很棒，谢谢你，好好好，那你等一下留下来继续看吗？ 啊，他考虑看看，很想看。好像很勉强。哎，我们卡斯很强，你不能爸爸唱完你就走啦。不会不会，后面真的很厉害。那你们会陪我们到10点吗？会。说话算话啊。好，但是我还是有一些问题想要再问一下江哥。好，因为我最近有看到你拍的影片，就是你唱了你们那首歌，刚刚那首什么秘鲁什么秘鲁饶舌 challenge。 喝杯秘鲁，迷路，走出迷途，迷雾，然后迷路不会迷路。OK， 你们记起来了吗？谁记得起来啊？<笑>你来。喝杯秘鲁，迷路，迷路。啊，不对，你继续来。喝杯秘鲁，迷途。喝杯秘鲁，迷途。走出迷途，迷雾。走出迷途迷雾，前面这画圈圈了。迷路不迷雾？迷路不迷雾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因为江哥要去换衣服，因为他等下跟我一起主持了。谢谢你，谢谢江哥。元旦快乐！元旦快乐，帮我们点歌哦。下载哦，赶快去点击一下哟。另外呢，我还要跟大家说，我们今天不只是这样哦，接下来呢，